天哪，这是什么解析杜拉身法？抓抓 AA 而且，小叶大事不妙的。我问你檬红茶而且，怎么了吗？看你这么慌张。我的伙伴，那些山上的妖怪正在大肆作乱，我本来要阻止他们，但连我都被攻击了。为什么？大家不是都保证不再为非作歹了吗？我也不晓得，总之我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小叶，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吧。看，啊！小叶吵起来，这游戏难度有高，有按住就好了，别急了。啊！哦，这游戏难度太高了。看，不行啊，这个游戏都有贴脸怪啊。傻小子，他这特效进步哎，特效光影效果变了。啊！小叶升天啦！我操！要继续进行游戏吗？是，有了战败 CG， 大家最爱的。以前我都以为这是铜锣烧怪、欸。屌虐！哎、欸，哇，糖豆人，糖豆人怎么变大了？怎么难度骤增？靠北，以前没有这只啊！哎呦，你娘的！屌虐！这里是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哎，他清醒过来。哎，振作一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也有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对，那家伙。而是昨晚的事情，我像平常一样在后山饮酒作乐，然后一没注意，就有看没看过家伙出现在旁边。嗯，他是谁啊？正当我们这么想，那家伙就突然……然后醒过来时，我已经躺在这里。魔怒话，我总觉得相当不安。你暂时不要去山上那边。虽然小叶叫我不要去，但是我总不能一直依赖着小叶，而且山上是我们的地盘。总之，我先去看看状况吧。魔怒话。是啊，这把看起来极其难用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呜，长颈腰，呜，看。升天啦、啊！又死掉了！打不到了，气死哎、欸！看合同啊！啊，合同！我看合同大晋级，强人所难啊！溺水，我被带走了，升天啦！天哦！
哇，画风骤变，龙龙鼠文嘿。啊，这怎样？八七大蛇，本大爷是水的统治者，地狱海怪。我要扁了，屁啦，这一定会碰到啊！哎，我屌虐了吗？可利尔 bonus 耶、yeah, ，又被我堆尸堆过一关。飞蛾扑火，愚蠢至极，现在让我来了结今年累月的怨恨。哇，就是这家伙，就是黑斗篷啊！哦，尝尝我的愤怒吧。刚进来看错，原来是狸猫，不是懒猴。狸猫了。黑斗篷随着一道闪光消失，留下一片寂静，以及倒在魔的画面前的小叶。小叶，小叶，没有呼吸了，糟糕。这怎么念？把臂给臂，亲迷给臂灯。起来吧，小叶。这里是？你是谁？我是天殿女命，这里是神代的委员中国。什么？也就是神明的世界？为什么我在这种地方？你的灵魂脱离了身体，被带到这里来了，是你们口中那个黑斗篷干的好事。您为什么会知道，而且还知道我的名字？因为我窥视了你的心，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完全不同灵魂，本来这一口被这些恶灵给吞噬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所能做的只剩下把这个身体借给你，要离开这里，只需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了。您说要借我身体，但是要怎么办到？过来这里，小叶，创世合体。好厉害，力量源源不绝涌上来，不愧是巫女，逼成契合呢，就把你带到这里。黑斗篷在黄卷，这是很可怕。如果不去找他，你是无法离开这里的。我明白了，那黄卷的入口在哪里呢？哎呀，且慢，我要先试试你有多少实力。毕竟我把重要的身体借给你呀、啊。出头怪兄弟，那怎么大家都有头发？那按怎么一个扭动怪的？打爽没？打爽没？天哪！啊啊啊啊！你干！升天啦！如我所想，你的灵魂相当强大。神秘大人果然很厉害，竟然能够使用这么强大的能力。一般人是无法运用自如的，是你比较特别。创世合体，变成巨乳小叶了。哎哎哎，手忘刀，手忘刀。哦。啊、你多长，大哥？你很长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啊！升天啦！我操！这个好难啊！真亏你到得了这里，接下来就由我宠爱的魔兽来跟你一决生死吧。能成为他的食物，你要觉得光荣。那、这个食物怎么扔一下就挂？
这时在小夜的神社，许多妖怪很担心的守候在沉眠的小夜身旁。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自作主张，小夜也不会。流浪牧羊人，而且你要沮丧到什么时候？真是丢脸，一点都不像是个大哥。神明大人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要是小夜就这样迟迟不醒来，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责任，麻烦发生事情，我想去趟过去的时间，看那边状况。移过去的世界，莫非小夜也在那边吗？恐怕真是如此。神明大人，请带我一起去吧，我想要去找小夜，可是我烂道有剩。就算你不要，我们打算带你去，走，我们坐宝船去。不过他们其实是把我化成妖魔，妖魔当成手下使用，才知道自己被变跟那妖魔大战了一场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我好不甘心。这里不是人类，也许我能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喂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要动，我要进入你体内。咦，我要进去了。创世合体。戳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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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戳烂！看他也不能护身，哇，这个很大。哇，这锤呀，千刀万里杀！看，他那样算受伤哦，北极哦。小熊兄弟，你游戏风这样做啊，气死我了！升天啦！开大硬干！哎，兄弟啊，戳不到，我现在手短，慢慢过来一点，干！啊，毒烂！啊啊啊！我是小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你战斗过，但你的手段也太卑鄙了吧！如果你跟我有仇，就堂堂正正跟我战斗啊！快露出你的真面目！卑鄙，小子，你说我卑鄙？你是个女孩子，为什么要打扮成那个样、那个模样？我乃黑暗之王贾斯塔鲁，贾斯塔鲁谁？不对，你的名字是安娜，你被恶魔附身了，不要被那种家伙摆布。我的名字安娜。如我所料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这就是恶魔。好多嘴，好吧，此时此地就把你们收拾掉。哎呀！小燕开心的后跳。不会吧，我不要控魔奴化吧，他很废。我满脑子只想着要找到小叶而跳下了船，结果迷路了。总之我得赶快找到小叶才行，我想他一定很需要我帮忙。真的是不用，真的烂到有剩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抬轿呢。啊，怎么又换边哭啊。干升天啦！小心小心！干！一刀劈死！哎，有了，屌虐！安娜，你说那个小女孩呀、啊，她从大海的另一边西天的，她用呼唤死者的力量，那股力量无与伦比。加斯塔路那家伙的寄语，不然恶魔吧？可是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悲剧降临到了安娜身上，军队袭击了村庄，夺走了安娜家人的心。恶魔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，我也不知道。哈哈哈，玩得很愉快，再会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爽完了。哇，七福神军舰呢 ？Strategy 7决战黑斗篷。
上面妖怪被关起来，救命哦，救命哦，小叶是我啊，忘记我了吗？我常常会突然出现把你咬死啊，啊，这杀小啦，不是的，小叶你看吧，你被烧死了吧，这是杀小，哎呦，嘟嘟啊啊啊！升天啦！哎，原来是要这样。这杀小啦！我终于走到王潜了，虽然我要挂了，这个时刻终于到了，我不会再败北了，在我的奥义面前臣服吧！啊！升天啦！噗噗噗！啊，干你了！哎哎哎哎哎！哇，双重噗噗噗！啊，杀小啦！哎，哎，开大绝硬扁。那、啊、你是散去了，还是你要冒出真身？哎，散去了。好痛哦！不愧是神明大人的力量啊！那太好了，恶魔不见了。不对，恶魔本来就不在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本来就只有把我跟一部分的力量送到这个世界。这是怎么一回海关哦？来回到原本的身体时，你无法追到他，因为只有灵魂才能穿越时间。恶魔还在过去的世界，怎么办？恶魔已经不在这里了，我根本束手无策。你忘记是怎么回到这里的吗？连这艘船都忘了吗？可是我已经回到自己的身体，不能再坐船了啊！规矩是我们决定的，来坐上来吧，我们要去把这个世界恢复原状。我很快很快。安娜引领小叶乘坐的宝船来到了恶魔加斯塔路的世界，战乱时代中很快。这里还真是不祥啊！找到了那个可怕的身影。安娜，你不但忤逆我，还把我的宿敌带路，我竟然忘了我赐予力量的恩情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闭嘴！明明是你骗了我，而且还把我的家人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乖乖回到自己的世界吧，不要再对这个世界出手。Stage 八最终决战，你敢不敢再来一个 Stage 九真最终决战？再来一个 Stage EX 真最终决战里，再来一个 Stage Z。真最终决战李一叉，干嘛？我也不溜，脱掉脱掉，射在脸上。完了！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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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个从下面抓小叶，不好，晦气都去除啦。哎呦！我看直接一个欧拉欧拉哎、欸！我好像看到了、哦，我看到了那个闪避的位置跟方法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看到老鼠哟！会啊！不是啊，你那个神这么猛，怎么不赶快偷帮我劈几下？我真的受不了。你要死了没，兄弟？哎、欸，死了！Clear bonus。加斯塔路使出剩下力量，打算吞噬一切，众人根本束手无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猪乃祸事最会，有良谋乎婆，拔臂给彼。”快快！
射在你脸上。哦，这股力量是天殿女大人还要赢。小叶，再帮我一次。呀，哦哟，干这个2022的动画特效，哇！小叶，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重逢，安娜，我们再多聊聊吧。喂，布袋啊！哦哦，对了对了。啊！小叶，我们快到原本的时代，有一件事情要先跟你说。是的。回到原本的世界时，你自己冒险，记忆都会消失。你会回到没有恶魔，也没发生过任何事的世界。虽然记忆会消失，但是灵魂的力量仍然归你所有。那股力量终于会再帮上你的忙。好好仔细品味当下这一刻吧。你可是立了一项大功呢。小叶，我来帮忙了。哎呀，是年糕呢，我来试吃一下。不行啊，这是给神明的贡品，你不如去帮忙清理会马吧。我知道了。咦，小叶，这片会马上，这位神明是谁啊？真的耶，这位女性的神明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烂道有剩。怎么会有一个这个狸猫小叶？天狗到底想怎样嘞？北七哟、哦！是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！老子直接飞在天上！哎，我忘记自己会飞了！